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看到这个可爱的画面，就知道我们来继续玩 Grow 系列啦。大家可能会发现到今天的这个小人有点不太一样，那是因为这个呢，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 Techcross 跟 Grow 作者合作做出来一个系列哦。所以就这是一个合作的系列，然后这个游戏叫做 Grow Clay，应该是成长粘土的意思吧。整体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，不过刚刚试玩了一下，觉得它非常的可爱，所以这里也就拿来给大家展示。试看看啦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Start 嘿，然后这里呢就是点画面上的人物就可以了，然后过这边有一个小房子，直接点它，然后就会显示，哎，我们的科技是一等，然后我们 lab 实验室staff 一，然后过去有一点点的钱，没有 partner 就是没有朋友。没有朋友，没有合作伙伴了。好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物的属性了。好，再点了一下，然后进了我们的实验室，先打开实验室，然后这边只有一个可以选啊，这个跟 grow 一样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团子吗？还是粘土啊？好，点，他拿出一个粘土，哎，想到了些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工具箱。这是什么？板子吗？哎，你都有板子了你，好，没关系，继续去看吧。哈，有点可爱，丢进去。哦，还可以一只，你这是开了金手指吗？好可爱啊。哦，变成了四方形的粘土。哦，好，我们开发出了四方形的粘土哦。来，继续。哦，全世界都被四方形的粘土占领了，然后出现了几个房子。哦，学了新科技，大方块、小方块，然后我们实验室升了多了900块，然后一样没有合作伙伴。哎，然后这边放了一个牌子，然后这边突然间多了一间房哦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哦，绿色的小人。哦，他来到了实验室。开始交流，他要做绿色的一层吗？草皮吧。然后还要带着工具箱去了。然后这是什么？DNA 吗？再配上粘土。我先选 DNA 好了。哦，DNA 就是这个绿色的东西。诶，他看了一下就放下。啊，这样我应该是选错的吧？然后我这边再选粘土。哦，直接召唤出了那绿色方块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种切粘土的设备吧。那切开了，哦，它变成一半，然后它再把这个 DNA 倒上去，然后光照，哎，变绿色，哎，变褐色了，怎么会？哎，失败了，这样就失败了哦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要绿色的包包的嘛。好，我们再来哦。反正这个就只有两个吧，所以先点粘土。这次又有什么差别啊？一样是切啊，一样是切半啊，这样有什么差别？它再直接倒上去，然后再光照一下。一样啊，这不是一样的结果吗？那我们再讨论，激烈的讨论。哎，他收起来了。哦，他把其他刀片装下去了。现在他就要用是小片的吗？好，他把其他分开了，然后再倒上去。光照。哎，这次不会变褐色，也就是说它薄一点它就会是青色，然后厚一点它就会变成褐色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来我们继续看会变成怎样。哦，原来这绿色是草皮哦。哦，有树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建筑？然后也升级了。好，这次的成果学会了紫，哎，也有紫哦。然后也有了合作伙伴绿色的人，然后够。
实验室有两个人了，然后钱也变多了，直接多一个零，我的天啊！好，没关系，继续。哎，这边要多一栋建筑哦，看看这里面什么？哦，两个人在看书吗？红色跟褐色。哦，他看到了我们的电话，然后还找我们了。还有一辆车，然后，原变两个人是指我们的人数变成两个。嘿，来到了，哎，哇塞，好官腔啊！根据刚才经验，应该要先粘土吧，所以我就从右边点到左边。哎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他戳了一个个洞。哦，因为他太重了，要变轻哦，他要戳洞。好，这个呢？哦，这是烧制。哦，他想到了些什么？直接从暖炉变成高科技的烤脂肪吗？丢进去烤，哦，有点高科技啊！怎么瞬间变高科技，还变红了耶？我的天，烤焦了吗？诶，不懂。来，我们放螺丝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轮子。哦，建造轮子。跟驾驶盘哦，直接变成了车壳，这是什么黑科技？哦，它装了引擎，哦，可以动了，所以车壳丢上去就没事了吧？哦，好帅啊，好可爱！哎呦，直接变成一辆轿车，哦，一次就成功了，很好很好。那我们继续下一步，哦，开始有了马路。然后车也开上来啦，哦，超可爱！哦，突然出现了三轮地形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哦，我们的实验室也变大了，学会了网格、网格、网格，然后这是什么？铁板、新板吗？然后还有这个铁片吧，然后实验室又多了一个零。人员又多了两个，哎，变四了，然后合作伙伴也变多了。好，哦，哎，突然间有个洞出现了，然后点击这个洞，哦，有三个人在看电视，然后看看，哦，看到了我们的科技，啊，哎，我决定要你了 ，I choose you， 就send了一个 email 过来啊，是你们都有电脑有手机啦。哦，收到了！哇，赛博吗？等一下，竟然要做这种东西吗？然后还是那个工具箱，开车，开车，开开开，来到了，是什么地底人吗？他们见面的画面不见了吗？哎，哦，啊，网线不是很好，他见面的画面不见了。好，那么这次是有电池、有磁铁、有电脑、有粘土，当然我们都是从粘土开始啦。哎，他们突然间想到了螺丝，螺丝匠，请螺丝匠来。好，来了，然后告诉他要什么。他就哎，也不是哦，他要不同的科技呢，还有一些机械哦，蓝色、红色、黄色、黑色，哦，青色呢，直接软色了粘土，丢丢丢丢，在那边烤制，好，没关系，接下来放电脑，再出一台电脑。连线上了，
可以监控吗？哦，做出了一个区块，然后再磁铁，它跟这个电浆一起做出来。哦，哦，电池吗？然后这边也生产出了东西。好，主要是电池。哎，他想到了什么？哦，他把绿色的人也叫来了。哦，怎么有一个绿色大黏土还会动？哎，这是心脏吗？这是怎么样啊？又有一个电池，又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数据库。然后主要是电池。哦，哦哦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电力电池吧？还是马达？他就跟他沟通。哦，变成蛋了！我的天哪！这后面这一个是什么？哎哎哎，失败了！来，让我们来看看哦，粘土二等。磁铁过后也没有什么功用了，对吧？还是先电脑，先电脑，再粘土，再电池。好，我先试试看，先电脑。我觉得电脑应该还要再上。先电脑，然后再粘土。好，我们直接结束。开始造东西了，哎，这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哦，这个时候就出了这个，哎，一样啊。好，就烧制了几个物品嘛，然后，先电池好了。那跟他讨论些什么？哦哦哦，他把那个，他要做出那个大脑来了。他们开始合作了，把它变成大脑。然后呢？这跟刚才为止都一样啊。他跟他讨论了。然后做出一个心脏，然后呢？哦，磁铁。哦，这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哦，还在烧制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有新的了，新的了。他叫他过来。还要研究哦，他把电池变大颗，啊，连上了电脑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哦，电脑脑袋可以操控这些东西了，哦，拳头，哦，概念是什么？拿来接上心脏，喂，怎么会有这个人？这眼球。他突然间想到了什么？最后一个合作伙伴也叫来了吗？哎，他们装了什么飞行器吗？好可爱啊！然后第二颗眼球，他开始把这些东西搬走了。哎，测试结束了吗？就要把这些东西装过去了吗？嘿，好可爱啊，一起搬。嘿，哦哦，推着去。啊，哦，三个人一起。啊，飞呀，啊！哎，原来是做这个机器人哦。很强啊，这个。然后把脑袋安上去。
再把心脏安上去吧。原来是这个机器人啊，好可爱啊，有点可爱啊。超市的画面，原来这个在上面啊，成功啦。好啦，就试到这里就好。觉得这个也太厉害了吧，他的这个手他是磁力耶，我的天啊，有点强啊。然后这些都是印出来的，还好不是高达，高达就有点太超过了。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之前玩过那个各种工程师去发展一个区域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这个也很厉害哦。然后因为粘土的关系，所以感觉每一个都变得很可爱。好啦，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，我是秋天枫叶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。那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